2023南投国姓全国咖啡烘焙赛今年再度举办，邀请全台72位咖啡烘焙好手同场较技。比赛总召吴元炳表示，今年的比赛主审邀请到2014年世界杯冠军的赖玉泉，以及其他知名赛事比赛的冠军好手，一起以公平公正公开的方式来评审。而这几年来，每年的冠军都来自不同的地方，而这也显示比赛的公平、公正、公开。因此，今年一开放报名，就有72位选手来参加，显示比赛的公正性。并且，评鉴活动结束之后，也会举办分享会，让大家分享烘焙的曲线，让大家分享烘焙的经验，提升大家的技术。并在科技公司的赞助之下，提供先进的仪器来辅助以科学的方式冲泡一杯好咖啡。因此，在技术以及科学仪器的辅佐下，也让国姓咖啡评鉴办得越来越好。烘豆比赛的话，总共有72个选手参加哈。那我看的名单几乎全台湾各地的高手都进来了哈。那今年我们的赛事主审，我们是邀请到2014年世界杯冠军的赖玉泉先生来帮当我们的主审。好，那评审团里面也都是有 TISCA 冠军的，有林永祥，还有像 SCA 钢芯科第三名的黄家宏等等等的，这一些都来帮我们做到最公平、最公正、最公开的这一个评审团。再来就是16年的时候，我们的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子的活动底下，所有的国姓咖啡农跟我们有外溢效果。为什么呢？像去年的冠军是古坑的那个黄志伟啊，那前年的冠军呢等等，这一些就是鱼池的沈永伟啊。那像我们国姓这一边啊，詹玉光也拿过那个第一名啊。再来向阳咖啡啊，还有那个像柏林等等这一些啊，那代表什么？就是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快72个来？第一个，公正、公平、专业。那在更特殊的是，活动比赛完了之后，赖玉泉还会帮我们主持一个叫做分享会，就是大家的烘焙技术的过程当中产生的风味，最佳的风味到底什么是最佳的风味？那这些技术、这一些风味都可以提供给我们当地在地的咖啡农，他们非常的宝贵的烘焙曲线。那再来就是科学化的部分，烘玉光店也提供了我们这一边有关水分密度、豆温。还有就是我们的烘焙度，烘焙度的话，豆表烘焙度磨成粉的烘焙度，接着再来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的水分密度仪，再来呀，就是还有我们的咖啡检测跟我们的这一个绿原酸的检测哈。所以在这一种技术底下，还有科学参数、科学的仪器去辅佐，所以让我们的活动办起来就越来声色越好。总召吴元炳表示，在国姓咖啡农们的努力之下，今年生豆的评鉴总分平均数在85分左右。而为了让产业能够一起提升，也把生豆评鉴改为集聚式，让产业能够互相的帮忙，且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国姓咖啡农们从种子到一杯咖啡，也看到国姓咖啡农的进步。在历届的评鉴赛中，国姓咖啡农也分别拿过特等奖荣誉，显示这样的模式很成功。再来，国姓的咖啡农在努力之下，今年生豆评鉴的话，我们高达到82.5分以上平均数哦，非常非常。再来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把这一边的生豆评鉴改成集聚制的。集聚制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的产业会互相帮忙，不会为了一个特等奖我就轰起来，大家是集聚制，就大家一起努力达到那个境界，我们就给特等奖、给头等奖跟给金质奖。这个好处从哪里看得见呢？今年去年比赛的时候是60个样本，今年在欠收的情况底下，我们还有80几个样本参加，代表咖啡农他们投入的这一个部分，那品质烘豆，也就是说从种子到一杯咖啡的时候，国姓咖啡的咖啡农、国姓咖啡厂，我认为是非常非常成功，也非常非常厉害的。因为为什么？从种子到咖啡，他们能种，知道品种，知道怎么管理，知道怎么并存化，他们能烘出最好的。为什么？因为这种竞争是全国性的竞争烘豆赛，那国姓的话，这些农民也都把特等奖拿到了。
国姓乡公所农经科长郭俊农表示，今年的评鉴结果由鱼池乡神勇为师徒拿到冠亚军，来自古坑的咖啡好手得到第三名。而咖啡评鉴办理六年来，每年的冠军都来自不同的地区，这也显示赛事的公正，也表示每个选手都在技术上有所精进，因此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比赛，能够让更多爱好咖啡的业者跟农民尽量的报名来参加，使国姓咖啡评鉴层面可以扩及全台湾，让更多爱好咖啡的朋友一起来交流。今年我们国姓乡办理的国姓全国咖啡烘焙比赛是第六届了，那个赛事也顺利圆满的完成了，今年由我们南投县的那一个鱼池乡的陈永维得到冠军啊，那一个他的徒弟得到亚军，那第三名是我们来自那一个云林县古坑乡的那其实我们这个全国咖啡烘焙比赛举办了六届了啊，从来没有说冠军连任的，所以说那表示说他的那一个烘焙技巧，大家的程度都差不多，就在有一定的水平，那就是看临场的表现。那我们今年的赛事圆满完成，那明年的话我们会继续举办。我们办了六届的全国咖啡烘焙比赛哈，其实他的选手来自全国各地了哈，我们的评审也都是咖啡界的达人了哈，我们希望哈，透过这个比赛哈，让更多的咖啡爱好咖啡的这些业者跟农民哈，都可以哈，尽量来报名参加哈，希望我们的那个层面可以更扩大啊，让更多的爱好咖啡的职人来参加我们的比赛。参赛选手表示，这次来到国姓参加评鉴比赛，因为很少使用国产豆，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挑战，尤其今年在最后一天有举办咖啡分享会，让大家品尝前几名的作品，也了解其他人在咖啡烘度的做法，借此了解到南投的咖啡豆如何来烘焙。我觉得今年的那个举办这个比赛，我觉得蛮好的，就是说透过抽签啊，然后透过烘豆的交流啊，然后可以看到台湾南投的豆子是怎么烘焙的，怎么烘最好喝。那虽然是刚入这一行有30年时间，但是毕竟碰过这样的豆子是比较少数。那在整体一个比赛会场的感觉来说，还蛮舒服的，就觉得蛮空旷的地方，然后整个配置都相当的好。所以对于烘豆师来说，有这样舒适的环境，相信烘起来的豆子应该也蛮不错的，是这样子。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这次主办单位他在最后一天有举办那个赛后的分享会，那对于我们这些想品尝前六名的咖啡豆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欣赏别人的作品，那也了解到自己的作品有哪些不足的地方，那日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原来南投的咖啡豆可以怎么样烘焙比较好喝。今年的咖啡评鉴由来自鱼池乡的师徒包办冠亚军，冠军沈永维表示，今年的比赛非常的幸运，因为在烘焙过程有小小的失误，还好后续有将它调整回来，也很荣幸在今年的烘焙比赛中能够把自己烘焙的想法表现出来，让他们师徒拿到冠亚军。而接下来的就是要前进大港杯的比赛，他也已经做好准备，希望在更大型的赛事中拿下好成绩，打出国姓咖啡的知名度。这次得奖，其实我觉得在烘焙的过程里面其实出了一点小意外，但是还好后面在曲线的修正上我把它稍微拉回来，然后再包括在生豆的筛选上，我们其实有仔细的去感受那个豆子，什么豆子的风味是我想要呈现的。那我觉得运气很好，就是我跟我的助理其实我们都有
达到我们原本设定想要的要求，所以这次把冠军跟亚军就一起包下来这样子。那也很感谢就是这个现场国信乡公所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那包括在比赛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有其他的团队跟以前我的老师吴老师，他一直协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更好的风味的呈现。那这个赛事我好几年都没有拿到冠军，一直都被我的徒弟打败，我终于把它拿回我的手中了。接下来就是要前进大港杯，那取得了门票之后，其实昨天我一听到我拿到的冠军有门票，我马上就联络电话，我已经买好比赛的赛豆了。所以接下来我需要的是借烘豆机，我要烘到曲线一样是想要的曲线，再去呈现给大港杯的评审跟民众的票选这样子。那我也期待在大港杯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绩，再次把更好的比赛、更大型的比赛的分数留在南投。那南投咖啡赞啊！主审赖玉泉表示，要在来自全台72位烘焙好手中找出冠亚军非常的困难，因此今年也采用减法的方式来评分，用扣分的方法让整体的分数有比较大的差异，再用好的风味来加分，让差异表现出来，并表示目前台湾追求的是咖啡的本味，因此在咖啡的烘焙过程是一个减法的构成，能够表达咖啡的本质才是一个好的咖啡烘焙师的表现。事实上要用同时豆子在这么多人的选手里面能够找出挑出所谓的冠亚军或是前面几名的这个名次，事实上对我们评审的工作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这次采用的是扣分的机制，也就是在咖啡里面你只要有喝到 scorching， 就是有一点焦糊的味道，有烧焦的味道，它就会被扣分。比如说喝到口中的 rough 粗糙的感觉，或是涩感，它就会被扣掉。另外一部分只要有很常碰到的，你为了要追求酸，很容易出现草的生味，这也把它扣掉。用扣分的方式，让整体的分数能够做到比较大的差异，再从风味上的好去加分，再从风味上的酸质甜感去加分，然后才能够做出这样的分数差异，才能够从这么多人里面选出前面几名出来。越来越缺追求的是，我们不要让豆子有其他烘焙上给它不好的这个风味，再让豆子的本身的风味能够做出更多的表达。我觉得咖啡的烘焙是一个减法的构成，能够表达出咖啡的本味、咖啡的本质、它的风味、处理法等等的，才是一个好的烘焙师应该有的表现。鲜源林芳宇表示，咖啡是近几年来南投重要产业之一，透过咖啡烘焙赛活动，大家透过交流，也让咖啡烘焙技术不断的进步。而南投县不仅是国姓乡、鱼池乡以及埔里镇，也都有种植非常优质的咖啡豆，也希望县府能够协助产业行销，帮助地方咖啡产业的发展。其实在我们南投地区，有许许多多的咖啡种植都种植得不错，而且透过我们每一年的这个评鉴工作，他们在技艺方面、种植方面、烘焙的技术方面都提升了不少，所以这一次比去年参赛的人员更多了，高达70几位的这个参赛人员来自于我们全国各地，当然包括了我们隔壁的乡镇，我们第一二名由我们鱼池这边给南瓜了哈，其实他们在成绩方面都是差距都是蛮小的，代表了他们在这方面大家都提升了不少，也希望说能够打开我们咖啡的这个知名度，南投的咖啡真的不错哈，更不错的在于我们鱼池还有我们国姓这边，其实在埔里地区也种植了一些的咖啡，它在品质方面也一直都是不错的哈，只是可能在行销方面没有打开它的知名度。副议长盘一圈肯定国姓乡公所办理全国性的咖啡烘焙比赛，提升国姓咖啡产业知名度的用心，也希望借由每年烘焙比赛的办理，能够让国姓咖啡烘焙技术不断的来精进，进而打开国姓在全国咖啡产业的知名度，帮助产业发展。民意新闻陈伟一专题采访报道。